我们知道啊，实际上和很多自由主义者的说法相反，人不是天生自由的，人是天生不自由的，是吧？这个世界上不管中国还是西方还是哪一个民族，最早形成的制度，都是一种弱肉强食、强者为王的啊，一种很专制的制度，是吧？那么你要打破这种制度，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吧？就是大家知道自由这个东西啊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，它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最典型的公共品，是吧？什么叫做公共品呢？啊，那就是自由一旦有，那就是所有的人都有了，是吧？你不可能我付出代价去争取来自由，这个自由只是我一个人的自由，是吧？其他人不能享受的，是吧？如果是这样的自由，当然它就不是自由。是吧？真正的自由肯定是吧？比如说那个传说是伏尔泰讲的那句话，是吧？所谓的我不同意你的主张，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，是吧？但如果他誓死捍卫的只是他自己说话的权利，当然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自由，是吧？可是我们知道，虽然这个自由是公共的，不能独享，但是为争取自由而支付的代价却是个人的，是吧？你不能够设想，是吧？这个自由主义者可以下一道命令，让大家为了未来美好的自由理想，然后去付出牺牲，是吧？这是做不到的。那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，这就是所谓的啊，这个自由这种东西啊，很可能很容易出现的就是。中国人经常讲的三个和尚没水吃啊，西方人经常讲的那种搭便车那种现象，是吧？自由这个东西是最方便搭便车的，是吧？所以你要说啊，跟人家讲自由有多么多么的值得争取，不自由有多么多么的糟糕，我觉得这个道理啊，很对，但是大部分是废话。是吧？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是不追求自由的，是吧？当然，是不是可以，不惜任何代价去追求自由，这是另外一回事了，是吧？不自由毋宁死，这种人很少，是吧？但是这个，希望有多一点自由，是吧？这个是人们普遍的一种追求，是吧？我曾经。打过一个很通俗的例子了。我说，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，所有的监狱都必须是上锁的，是吧？如果不上锁，所有的那些犯人都会跑光，是吧？绝对没有说西方人他是喜欢自由，所以他才跑，是吧？中国人就喜欢待在牢里头，是吧？没有这种道理，是吧？只要你不施加强制，是吧？人们自然的就趋向于自由了，是吧？只要这个监狱不上锁，这些犯人就都跑光了，是吧？当然话又说回来了，是吧？其实即使是西方也有不上锁了，犯人还不愿意跑的，是吧？比如我们，60年代我们有一个很流行的，那个揭露资本主义罪恶的一个说法，是吧？说美国有一个监狱，那个犯人呢，刑满释放了，他不愿意出去。是吧？为什么呢？据说一出去他就找不到工作，就失业了，是吧？而在这个监狱里头他待得还挺舒服，是吧？这个美国现代美国的监狱当然条件也都比较好了，是吧？我这就不用多说了，是吧？那么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了即使美国人，他也在自由和所谓的受保障这一点上要做一个选择。是吧？如果这个外面的世界充满了风险，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兴许他自己也认为待在那个里头，也宁可愿意待在这里，是吧？但是我这里要讲的是，尽管自由可以与别的东西啊可以有交换，是吧？但是这并不会否定自由本身是大家要争取的。是吧？如果又有保障又有自由，那当然大家都是最喜欢的了，是吧？但是我这里要讲，是吧？如果大家都想要自由，但是又不愿付出，那就不会有自由，是吧？但是如果要付出，那很可能付出是你的，
而自由是人家的，是或者是大家的，是吧？这就是一个三个和尚没水吃的困境了，是吧？实际上啊，老实说，你要讲自由是多么需要，很容易，是吧？比如说人们都提到一个德国新教巡抚神父马丁的一句名言，是吧？说是最初他们抓犹太人，是吧？我不说话，是吧？因为我不是犹太人。后来他们抓共产党，是吧？我不说话，因为我不是共产党。后来他们又抓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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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始终不说话。最后他们来抓我了，就没有人为我说话了，是吧？于是很多人说，这表明自由是多么多么的重要。每个人的自由其实都和一切人的自由相关，是吧？侵犯了一个人的自由，实际上就有可能侵犯所有的人的自由。可是，我读到这句话以后想到的一个道理就是，这句话很难懂吗？是吧？其实并不难懂，但是懂了这句话，人们就会去争取自由吗？恐怕未见得，是吧？道理很简单，假如你不懂这个道理，那很可能人家来抓共产党，你并不认同共产主义，你就会幸灾乐祸，是吧？或者人家来抓犹太人啊，你不是犹太人，而且你对犹太人说不定还有某种成见，你就会幸灾乐祸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呢，那么他们抓共产党或者他们抓犹太人，你就会不那么高兴，你甚至会忧心忡忡，但是也仅此而已，是吧？是不是你就会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呢？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不会的，是吧？因为道理很简单，是吧？抓了犹太人又抓了共产党，最后又抓你，是有这个危险，但是这个几率并不是很大的，是吧？任何专制的人他也不能杀光世界上的一切人，也不会把世界上的一切人都抓进监狱，是吧？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。抓到你那只是一种可能性，而且这种可能性是应该说很多人认为不是很大的可能性。但是如果你要站出来说话，要站出来抗争专制，那很可能你要倒霉的可能付出代价的几率就是100%，是吧？因此多数人在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他们仍然会采取的对策就是，是吧？看到专制者抓人，他们会不安，他们会忧心忡忡，他们会不高兴，但是仅此而已，他们仍然会沉默的，是吧？他们希望有别人出来讲话，是吧？他们希望比如说犹太人会抗争，是吧？或者是这个讲话的这个人是个新教巡抚了，神父了，他们甚至希望其他新教徒会出来抗争，但他自己仍然是选择沉默，是吧？因为如果别人抗争得到了自由，他也是有份的，是吧？但是如果他抗争，那很可能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的，是吧？因此啊，我觉得这个自由主义啊，你要讲理想，他非常理想主义，是吧？他承认所有的人都有自私的权利，当然这个自私是合理自私了，你不能侵犯别人，你不能剥夺别人的自由，是吧？但是为了实现这种权利，却需要有一些人付出无私的牺牲，是吧？否则你就不可能有这个，是吧？自由主义这个道理啊，老实说很简单，但是做起来非常难，原因就是，是吧？大家都知道，是吧？这个世人皆知奴役苦，三个和尚无自由，是吧？奴役的苦处大家不是不知道，但是这个三个和尚没水吃，你就是实现不了自由的，是吧？因此这个自由主义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些需要有一些无私的人，是吧？愿意为自私的那个芸芸众生而付出，是吧？如果没有这个付出，芸芸众生的那些实现自己要求的那些权利就都不可能得到，是吧？这个自由主义者最难得的那就是，是吧？他们要承认每个人都有合理自私的权利。这里我要讲了，我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承认他有这个权利并不等于是鼓励，并不等于是那个提倡自私，并不等于说在道德上这个崇尚自私，是吧？这个道理我昨天已经讲过，是吧？但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权利，但是为了这一点，是吧？
承认每个人都有权利当佣人，是吧？但是他们恰恰是为了让这些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当佣人，而自己不能当佣人，是吧？自己需要去付出，是吧？那么对于社会主义者，其实也有这样的问题，是吧？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，是吧？社会主义者，他是吧？他之所以得到支持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性中不能排除怯懦，是吧？人们需要有一个保护，是吧？人们需要躲避风险，是吧？需要对未来有一个确定，是吧？这个确定并不是尽善尽美，但是至少是不能那个太提心吊胆，是吧？但是，是吧？同样，这个社会保障这个事情，它也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公共品，是吧？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，是吧？就是你要给这些世界上的怕死鬼，是吧？这个所谓怕死鬼当然是合理的，是吧？合理怯懦，是吧？你不能说因为你怕死就把别人给杀了，这是不行的，是吧？要你为了世界上的多数人都有怯懦的。都有保障的，是吧？这个目的，是吧？就需要有些人去冒风险，是吧？去不怕死，是吧？这些人是不怕死的，这些人是冒风险的，这些人甚至也可以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来说，是吧？他们恐怕是无私的，是吧？但是我这里要讲了，没有这些人的不怕死，没有这些人的无私，这些主义就没有道德感召力，是吧？也没有所谓的崇高的美感。但是如果一个主义仅仅只能吸引这些人，是吧？只能得到这些人的拥护，那么这个主义是不可能有，是吧？是不可能有它的那个前途的，也不可能有那个深厚的社会基础的。是吧？赞成自由主义的人，绝不仅仅是那些不自由毋宁死的人，是吧？赞成社会主义的人，也绝不仅仅是那些不平等毋宁死的人，是吧？实际上这两种人都很少，是吧？但是没有这两种人，这个主义就没有道德魅力，是吧？但是如果只有这两种人，是吧？这些主义是根本就不可能有前途的，是吧？这个因此说支持左派的胆小鬼，是吧？支持右派的是自私鬼。这句话如果我们做一个限制，是吧？这个限制就是你必须尊重别人的权利，是吧？你不能这个自私和胆小都不能没有边界，是吧？这句话如果作为左派右派的支持者而言，我认为并不错，是吧？至于胆小自私这两个词有太多的贬义，你换一个比较中性的词，我觉得也很容易，是吧？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。但是支持是一回事，是吧？真正的所谓的主义者他又是另外一回事，是吧？支持社会主义的人不一定就有资格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，是吧？支持自由主义的人也不一定就有资格被称为自由主义者，是吧？但是我们刚才讲了，这两种人性局限呢，其实都是要有限度的，是吧？也就是说你的自私，你不能以侵犯别人的权利为限，是吧？你的怯懦也不能把别人推向危险为限，是吧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群己权界的问题，是吧？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问题就在于明确这些限度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的要求，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个人领域，是吧？这个领域我们必须是自主的，是吧？别人不能剥夺我们的权利，不仅他人不能剥夺，
整体也不能剥夺，是吧？关于这一点呢，我觉得那个中国人早在先秦时代就有过这么一场讨论，是吧？大家知道，我们古代有一个现在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先驱，是吧？就是杨朱，是吧？杨朱有一个观点。这个观点呢不是杨朱本人讲的，因为杨朱本人的著作现在没有保留下来，是吧？是骂他的人讲的，是吧？那就是把杨朱说成是禽兽的那个孟子讲的，是吧？孟子说杨朱的主张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，是吧？然后他就骂得狗血淋头，是吧？然后还有一个人恰恰相反，那就是墨子，是吧？这个墨子据说是一个超级理想主义者，是吧？主张为了解放全人类而抛头颅洒热血，是吧？用当时的话说就是磨顶放踵以利天下而为之，是吧？然后那个孟子把这两个人都骂了一通，是吧？说这两个人都是禽兽，是吧？无君无父皆禽兽也，是吧？这样后来就引起了一个讨论，是吧？这个孟子为什么会这样骂呢？是吧？如果说孟子认为墨子是过于理想主义，因此就要这么骂他，这好像很难说，是吧？因为孟子和孔子不是整天讲也讲过什么要舍身取义嘛，是吧？什么舍身取义，那不就有可能为解放全人类而抛头颅洒热血吗？是吧？这个为什么要值得骂呢？你做不做得到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是吧？我觉得啊，那个汉初的一个孟子的那个著家，是吧？叫做赵墨，是吧？他在孟子著中啊，给了一个解答，我觉得这个解答很有意思，是吧？他说啊。他说孟子说啊，孟子不满意墨子啊，是因为啊，你的一毛，是吧？不是属于你的，是吧？这个所以啊，这个杨朱说我的一毛由我自己做主，是吧？我爱拔不拔由我说了算啊。这个孟子认为这不对，是吧？那你的一毛是属于谁的呢？大家知道孔子有一句名言了，叫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是吧？意思就是说你的那一毛不是属于你的，是属于你的父母的，实际上就是说属于你的家庭的，属于你所在的那个小共同体的，是吧？但是它不是属于天下的，它也不是属于皇上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这个著者就说啊，他说啊，这个我的一毛，是吧，是属于父母的，所以我没有权利把它擅自拿来去做什么交易，是吧？这个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呢？这并不是什么问题，是吧？谁都知道拔一毛以利天下应该做的，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谁有权利拔这一毛呢？是吧？这个权力在谁手里呢？是吧？杨朱说这个权力在我手里，是吧？这个墨子的意思就是说，是吧？为了天下，是吧？你就必须拔这一毛，是吧？如果你不拔，我可以强迫你拔，是吧？这个为了天下牺牲你个人是应该的，是吧？那么我就要问，有什么理由？是吧？哦，你可以说一毛很小，天下很大，是吧？为了很大的利益牺牲很小的利益，那是应该的。那如果这样，那我就说了，如果以这个理由，是吧？不仅为了利天下，我可以拔你一毛，是吧？为了利天下，我还可以折断你的一个胳膊，是吧？同样，为了利天下，我还可以砍掉你的脑袋。同样为了利天下，我还可以砍掉100万人的脑袋，乃至于砍掉世界上49%的人的脑袋，是吧？因为我这是为了世界上51%的人的利益，是吧？这个为了多数人的利益，我可以杀掉少数人，是吧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觉得这简直是不堪设想，
是吧？因此啊，我觉得真正的问题，其实孟子他的理由也是这样，是吧？这个拔一毛以利天下，不是该不该为的问题，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，是吧？我觉得孟子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爹妈让我为，我是应该为的，但是这个权利不在于我，是吧？我没有啊，这个不经父母的那个允许，是吧？擅自把父母给我的东西拿去做交易的这种权利，是吧？不是说不当为，而是说我有没有权利为，是吧？这个事情呢，我觉得所谓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这句话，可能是别人对杨子思想的一个歪曲，是吧？因为杨子他本人他还有一句话，是吧？这也当然可能也不是他的原话，是吧？叫做人人不拔一毛，人人不利天下，是吧？则天下治，是吧？实际上孟子讲的是这个杨朱讲的是，是吧？讲的是所有人的一毛都必须同等的受到保护，是吧？这里讲的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权利的问题了。